原始点调理多重疾病案例。二零一三年起，我陆续出现大便不成形、漏尿、子宫颈糜烂、甲沟炎、肩周炎、腰痛、膝盖痛、右臀上部疼痛、干眼症、早期白内障等症状。二零一六年，子宫颈糜烂等妇科病报告。 二零一九年，干眼症、白内障、子宫颈糜烂三级报告。我去了大小医院治疗眼睛、妇科病和甲沟炎，但妇科病治好后又再复发，漏尿和眼病也没改善，甲沟炎不能断药，我不想再到医院治疗了。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日，认识了原始点志工。 听从建议，每天爬楼梯、背肩部撞墙及喝姜汤，看《原始点》教学视频及案例分享。短短几天，肩周炎竟然改善了七成，便开始到中心做全面的调理。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，职工帮我按推头部、肩部、背部、臀部及肩椎。 按推前后及过程中都用红豆袋温敷，处理完后全身感到轻松舒服。在调理期间，红豆袋、暖贴、电热毯交替使用，每天五至六个小时。二十克干姜片加水五百毫升，熬成较浓的姜汤，每半个小时小口温服。 每天姜汤洗眼四至五次，每次八分钟。洗完后右眼流出白色分泌物，粘黏感、异物感减少了五成，睁眼不那么费力了。志工嘱咐我，除了按推外，良好心态、正确观念、内外热源、适量运动、充分休息的重要性。 日常生活中落实到位，才会取得最佳效果，直至康复。还要特别注意热能的补充，尽量避免一切寒凉的伤害。最后强调，中心不是医院，志工也不是医生，只能帮患者按推及引导学习原始点，病情的改善主要是靠自己。 九月二十九日后，我改在家中自我调理。每天洗完澡后，用姜粉泥涂抹全身至脚趾，再用电热吹风机吹患处及按推。每天上午、下午各爬楼梯十遍，一步两节，共一百二十层。肩背部撞墙二至三次，每次八分钟。 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双眼眼屎粘黏感消失，睁眼不再费力。十二月十日，左眼又觉得有堵塞感不舒服，但仍坚持姜汤洗眼。十二月十二日，左眼分泌出一大两小白色透明塑胶状的东西，双眼感觉非常轻松。 十二月初天气变冷后没有爬楼梯，十二月十六日感冒，喉咙痒咳嗽又漏尿了，十二月十八日回中心处理。志工提醒我，只有反复学习、坚信并落实原始点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健康。恢复爬楼梯后，感冒及咳嗽时漏尿的情况就完全好了。 十二月十九日去妇科检查，医生说我完全好了。我很幸运认识原始点，将近三个月就解决了我多年来的各种病痛，这是任何一家医院都做不到的。感恩张昭汉医师研发原始点医学及普及推广的善心。 感恩各地原始点职工帮助患者恢复身心健康。